今天是星期四 ，Treasure Day。看我们穿着睡衣，快要到星期五了。对，我们是要睡觉前，但我们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剪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理想即兴秀，一镜到底，我们要好不好？演戏，对，顺理成章的一镜到底。等一下呢，波波跟妈妈呢，我们会演一个没有剧本的戏，所以我们呢也不会讨论，我们就会直接开始演。那演的时候呢，料理跟料想，你们两个是什么东西？机器人。机器人？什么机器人？讲话机器人，台词机器人。没错，台词机器人。当我们两个在演的时候，只要指向他，向他，他们呢就要丢出一句台词。对。其实他们搞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但总之我们就是先这样设定了。对。那他们讲的台词，我们就要立刻用在我们下一句话演出的里面，就要直接讲出来，成为我们的台词。不管你懂或不懂，反正我们就是来试试看。来试试看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是来试试看，我们没有试过，好不好？全球首演，全宇宙，全宇宙首演，理想家台词机器第一次。你看下面是岩浆，已经开始了。岩浆，你是岩浆，那你不要踩到岩浆，赶快上来，赶快上来，我保护你。准备好了吗？台词机器人，一二三，加加加！那今天是星期四，所以我们就用星期四当做一个灵感，好，来开始演这个故事。好 ，start。啊，怎么了？你看起来好像有点难过。我星期四躁郁症。同学，怎么了？同学，我们才刚刚同班而已，所以你不认识我，我也跟你不熟。我有星期四躁郁症。你竟然有星期四躁郁症？对。做什么？我现在还是不认识你。我现在还是不认识你，所以我也有躁郁症。但是我的躁郁症是我不认识的人，我遇到我不认识的人，我就会有躁郁症。好复杂的躁郁症哦。你好，你先不要紧张，你先不要躁郁，因为你躁郁后我也会很躁郁，好吗？来，我们一起深呼吸，再一次。我要跟你玩。你要跟我玩？对，因为我们要开始认识嘛，朋友都是这样，小孩他们都是一起玩就越来越熟，所以我们同学我们一起玩。好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玩，可是，我们可以开始玩了。可是我们可以开始玩了吗？好，我们开始玩。那我们要玩什么呢？那我玩剪刀石头布好了。玩剪刀石头布吗？开始喽！好，剪刀石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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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好遭遇哦！好了！现在可以停了、停下。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开始就玩，我们应该先自我介绍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认识你。你认识我？要不然我们为什么都会出一样的剪刀石头布呢？我们现在 是不是曾经？我们现在是太过年轻。我们对不起，跟他说我们现在是，我们现在是超人国中一年级的学生。你是哪个国小？我是戏剧人国小。你是戏剧，我也是戏剧人国小。你是戏剧人国小。那你是六年级班？我是八班。我是八班的。我也是八班的。你也是八班的。所以我们同班。我们同班。你的老师是谁？我的老师是。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啊，我的朋友就是我的老师啊。亦师亦友。对。我也觉得我的老师是我的朋友。那你记得我的老师，我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？叫做阿珠。阿珠。对。对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同一个老师。所以你的老师跟朋友也是阿珠。对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好像不认识？为什么好像不认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？认识你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失火了！毕业典礼那一天失火了，失火了，我们都太害怕了，所以我们就忘记了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撞到头。啊，撞到头！没有失火了。对啊，然后就以
失火？就没有失火。失火暂停了。失火暂停了。在我们撞到头的时候，失火就暂停了。原来不是失火暂停了，原来是我们暂停了。掌声鼓励。给自己一个掌声。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？好的，我要来问一下料理，你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的外面不是失火。好，廖想说，你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不要失火。不要失火。注意，小心火烛。不要撞到头。不要撞到头。不要撞到头，很慌张，也要注意安全哦。对。然后不要自己暂停，失火的时候不要暂停，遇到恐慌的时候不要暂停，就不知道做什么事，我想要就没有办法处理了。哇，好有哲理的一个故事哦。我要再一次。你要再一次。下次再一次，因为这一支很长，而且又没有字幕。对，好的，这是我们与孩子第一次的这个即兴演出，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陪我们，拜拜，拜，谢谢谢谢，那我们一起跟大家谢幕。你看他都不跟我拜。哦，很好，你们也要好，那我们一起跟大家好，一起我来，一二三，谢谢大家，晚安 ，Treasure Day， 下次见。喜欢我们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，一分钟一下，拜拜。